欢迎收看啊！迎雾送雄是我花哦。俗语讲：有山倒水，有神倒鬼，有寒倒热，有艰苦倒困惑。讲到艰苦困惑，2008年，由于美国刺激房贷风暴，引发全球经济不景气。2009年，虽然房地产股市有较好，但是目前台湾人有600,000人失业，这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哈。啊，失业无头路，会变成散钱。啊，散钱变怎变好业？啊，无钱安那变怎变有钱？透过今日咱迎富送穷哦，这个是我花迎富送穷，这个大法门，这个灵体哈、哦、基因工程大改造哈、哦，这个大法门哈、哦，没有观众朋友没换换换变怎换哈？介绍咱今日的贵宾哈、哦，咱的主持的大记者是林朝新，叫什么呀？你好，好是你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咱吼天公地道慈善会理事长刘善坚刘局长，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另外是咱迎雾送穷的大使吼杨先生，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特别介绍咱国宝级的大师吼，咱迎雾送穷的大师吼，咱的义善师傅，你好。哎，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人讲吼柏拉图。西方哲学家宫崎骏为公哈，我爱无私，我更爱真理哈。我爱台湾，但是我更爱桃园。我爱桃园，但是我更爱大溪。我爱大溪，但是我更爱大溪的迎雾送穷庙。啊，大溪的迎雾送穷庙到底有哪些特色？因为两位蒋故总统兴国先生、先总统蒋公，还有李前总统邓威先生，都在大溪哈结下这个缘分。我们来看一段电视画面哈。桃园大溪镇复兴乡风光秀丽，地理优势极佳，因此国民党将蒋氏父子的遗体相继征勤并长眠于大溪慈湖陵寝。慈湖陵寝的位置背山面水，坐北朝南，建筑物是仿四合院闽浙形式的砖造红瓦平房所建筑，视野辽阔，环境优美。不同的季节到此拜访，皆会有令人意外的惊喜出现，因此大溪素有总统镇之称，即前总统李登辉先生居住的红喜山庄，因此大溪地处龙穴宝地之上，现在也成了桃园大溪观光旅游的最主要的资源以及卖点。另外，来到大溪游玩也千万别错过大溪迎富送穷庙。大溪迎富送穷庙是台湾唯一承袭汉唐盛世迎富送穷传统科仪的寺庙，以庄严谨慎的态度帮众生去五穷迎五富。而庙内主祀玉皇大天尊，又名天公祖，配祀的则是专门管理人间财富的五路财神王。所以来到桃园观光旅游，不妨也到大溪迎富送穷庙享受一趟招财迎富去衰运值福气的朝圣之旅吧。那种产业哈，独一无二胜过第一哈，你读书读第一名不容易，你也把人袂晓，你也晓，你够搞吼，所以叫做独一无二，胜过第一。一万 number one 不容易，把人一万 only one 够容易。啊，大溪吼，即、這个算讲迎雾送穷庙吼，伊一个特色就是迎雾送穷这大法门。这听讲是人，咱人讲吼，有咧生物科技基因工程大改造，啊，嘛有人体基因工程大改造。你捌听过财神的灵体基因工程大改造这大法门？听讲是咱天公地道理事长吼，刘善坚理事长吼，也独一无二诶，这大法门吼。啊，刘理事长，要不然你介绍给各位观众了解一下吧。各位可以看到刚才的大溪影片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也就是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啊。是。我们无论是在有形无形这样的一个印象之中，来看大溪，所以我们玉善师父才奉天公祖、玉皇大帝的旨意，在大溪点睛立庙，然后来弘扬由我们玉善师父他所独创的迎富送穷大法门。嗯，简单的说，这个迎富送穷大法门呢，其实就是我们入世者一个灵体的基因改造工程。哦，那这个很了不起，是简单哦。所以在这个基因改造工程，就是让我们这个灵体入世者的这个灵体，能够适应在这个宇宙的环境，这个无论是宇宙、地球这个大周天、小周天，你能够去适应它这个
整个的眼睛，所以不止身，还有心，还有灵了哈。对，身心灵都要做这样的一个基因改造，精气神就对了。对，如果对以上节目有所疑问，请拨以下的节目咨询专线：03-388-9355，03-388-9355。